在绘画的世界中，有素描，有写生，有水彩，有油画，这几种画法中可以呈现出的是抽象跟具象，但在抽象具象当中，唯独国画它算是属于一种意象的画派。层层的山峰叠上像海般的云，是种朦胧淡淡的美，看不见的尽头是种莫测高深的谜，仿佛人心思般的复杂，有时细如掉入大海中的针一样难寻，有时如蔚蓝天空般的一览无遗。闭上眼睛，沉浸在画中的云海里，悠游在图中的山涧里，思绪飘呀飘，飘向尽头的那端去。在这一个属于自我的空间，一个完全自我想象的图腾里，此刻我好似电影情节中站在山顶的天真土著，以为已经找到了世界的尽头，将手中恼人的可乐瓶抛得不知去向，无影无踪，然后再从容地转身离去。这样的心情沉静而美，像首动人的诗。有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刚才看了这幅画，您是否找到了属于您心中的一首诗呢？欢迎收看今晚的今宵花月夜。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漂泊的咱你，多情的玫瑰，为何生命阮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人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目子年，只有在梦中才相见。啊，想要安慰着你。啊。
游戏，落着小雨的暗暝，想不清夜暝。愿使人去心酸，彼此也望心心相牵连。为爱来受苦行，感觉自己也可怜，真是也心酸的人生。你可比云中月，我在黑暗的天顶。我有我目的热情，可是你也犹原冷冰冰。是你害阮心内袂平静。不过阮也真无奈，惜爱你只坚定，做不起一份开见光明。永远使人心酸，彼此也望心心相牵连。为爱来受苦行，感觉自己也可怜，真是也心酸的人生。可比云中月，我在黑暗的天顶。我有我目的热情，可是你也犹原冷冰冰。是你害阮心内袂平静。不过阮也真无奈，深爱你意志坚定，做不起一份开见光明。学家王鼎钧说，故乡，故乡是什么呢？所有的故乡都是因为异乡演变而来，故乡也是祖先们流浪的最后一站，但对后代的你我来说，故乡却是流浪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乡愁四韵。
近年来都是常居在美国。对对，介绍一下在那儿这个家居生活，有谁陪伴你呢？我现在住在洛杉矶。洛杉矶，我家里全在那边，是是，太太小孩啊。那我是一个人住在老人公寓。什么叫老人公寓？就是专门是些老人住的、哦、老人公寓。那么我在洛杉矶的生活啊，是一个礼拜我要唱两天京戏。哎呦，我自己礼拜一有一个票房，哎，一个票房，礼拜天人家的票房啊。那么其余三天呢，其余五天呢，就打个三天麻将。哎，我们在美国也打打小麻将。是是是、嗯、那大家对您这已经是相当熟悉，但是也请教您一些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很详细的。您是哪人呢？我是浙江人啊。浙江，可是我生在北平。生在北平，哎，我一小的时候就在北平读书，到了十几岁到天津去啊，后来就这个卢沟桥事变呢啊，我就到上海。我到香港是1950年，50年那时候当时大概十多岁吧。我当时我是24年出生的，1924。五零呢，我就是哎呀，差不多20多岁，26岁，哎，就26岁。在那有没有亲人一起，还是就只身一个人到香港？只身一个人，只身一个人去是吧？哎。那么这个歌唱这个舞蹈的基础您是打哪？没有，因为我一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唱戏、啊、唱京戏。是是、哎、那么跳舞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跳，跳跳蹦蹦跳跳蹦蹦、啊、这个演出来的戏哈、啊、这个我们知道是不计其数。综艺节目您也主持过，也是算是一个老手。综艺节目呢，我是在今宵今宵，这是我们的印象相当深刻。在今宵今宵，在华视，在华视的一个节目。我最早是在中视你我他啊，中视你我他，哎，你我他。那么后来到了华视是今宵今宵，双喜临门。哎、对对，双喜临门。还有东西南北。对对对对，哎。我今天来到节目中啊，想请蒋爸爸的这个节目中给我们来一段这个您最熟悉的或是最喜欢的歌曲或者家乡的曲调。好、啊，那我就唱一个扬州小调。扬州小调，扬州小调。哎呦喂，我的大姐哎！大姐做事那离不开、啊、你跟我成亲的有把脸翻、啊、看人不能够看外表、啊、老主人说不良心好啊，带人呱呱叫，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我的心肝呢，哎呦喂，我的心肝宝、啊、你要是真心的嘎巴我、啊、我把你当作那心肝宝，你要吃茶是我来倒，你要吃饭是我来烧，这铺床叠被都有我、啊、还愿意给你个喜小姐嘞，你说好不好，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我的乖乖个龙的洞哎，哎呦喂，我叫蒋光超、啊、你要是真心的跟我好、啊、我给你买两个叉烧包、哦、要洋楼是我来造，我要汽车我是就送到，这洋楼汽车都有我、啊、还给你黄金玉梅草，你到底要不要，哒哒滴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我的乖乖个龙的个洞，韭菜炒大葱当当当当当当，thank you.
今天是中学的同学会，共聚一堂，把酒言欢，可说是人生一大乐事。不过古时候由于交通不便，朋友之间常常会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感慨。到了现在，拜科技文明之赐，交通越来越方便，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却越来越重。当年那些推心置腹的朋友，现在大家都各忙各的，一年里难得碰上几次面，即使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却又总是流于应酬的形式。